撒母耳记上第九章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肥亚的玄孙，比哥拉的曾孙，喜罗的孙子，亚别的儿子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，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，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。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，又过沙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，又过沙林地，驴也不在那里，又过便雅悯地，还没有找着。到了苏弗地，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我们担忧。这城里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我们若去，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？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，可以送那神人，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从前以色列中，若有人去问神，就说，我们问先见去吧。现在称为先知的，从前称为先见。扫罗对仆人说，你说的是，我们可以去。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。他们上坡要进城，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，问他们说，先见在这里没有？在这里，他在你们前面，快去吧。他今日正到城里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，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，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，因他未到，百姓不能吃，必等他先祝祭，然后请的客才吃。现在你们上去，这时候必遇见他。二人就上去，将进城的时候，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，要上秋坛去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，明日这时候，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看哪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，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。我就是先见，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，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，明日早晨我送你去，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，你心里不必挂念，已经找着了。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，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首位，客约有三十个人。撒母耳对厨役说，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。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，这是所留下的，放在你面前，
是吧，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。当日扫罗就与萨姆尔同席，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，萨姆尔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。次日清早起来，黎明的时候，扫罗在房顶上，萨姆尔呼叫他：“起来吧，我好送你回去。”扫罗就起来，和萨姆尔一同出去。二人下到城角，萨姆尔对扫罗说：“要吩咐仆人先走。”仆人就先走了。“你且站在这里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。”